神道稍微远一点。那我们在 OP 点，观察一下那个火炮阵地，如果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威胁，我们就会让其他人，就是除了我跟雷将以外的所有人，在沿黑线啊，黑线是大绿，你们就沿着树林，跟那条干道，啊，我话要精确一点。你们有带雷子吗？没有，但我可以带。啊，你带一个我。你们沿那个箭头，就从 OP 点延伸出去的箭头，哦，进到目标区域。那目标区域我就不指定先后顺序了，现场看情况再决定。那该区域 BM21 全部排除掉，我们就可以绕干。那我们稍微集合过后再沿箭头，从 B 区延伸出去的箭头到 AP 点。那我们应该预期在 AP 点就会跟秘密基地的敌人交火。那我们应该，哦，逻辑上会主要跟 F 点还有 I 点的敌人，会比较有猛烈的交火。那，啊，等到这两个区域敌人的火力开始逐渐减弱之后，就一样那个老套路，我跟雷将会留在点上，那让其他人就进去清剿。那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到，拍照就真的要拍，还是走个过场就好？你就按 F12 截图就好。好，欸，那就拍个照，然后就对，拍个照之后就炸掉你的目标，这样。所以雷将跟我编金组，然后其他人，我带西凤。好，那他米、Ghost、尚恩进红组，然后波吕尔、Tank、Joseph 蓝组，就这样。那虽然是分红蓝，但原则上你们应该是不会隔太远了。或者 Red， 嗯。Red， 哎，对，大概就这样。然后，女仆会给我们雷射车距离，那个雷射标定器吗？你帮我看，我看一下那个无人前线火炮观察员应该有。有。错。M320怎么不见？不对，这是无人机。好，我放在这边。还有电池。原本手枪不是有 M320？ 我跟雷将各一个，雷将拿测距仪就好，不要定期给我。有找有吗？等下我帮雷将拿。还要再一个吗？还要再一个吗？不是，不用，我帮雷将拿测距仪。啊，雷射标定器。兔子。是 AFK， 不是说 AFK 吗？那个小鸟，我先移到旁边。等一下，你包里面有空间吗？有。不过你塞得进来吗？太小，所以塞得进。女仆电池在哪里啊？车上我看到，有我看到，哪两个应该？我看啊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可是兔子 AFK， 我们要怎么过去？对啊，这样要怎么过去？我想一下。副驾驶，然后用 AI 把它送过去。现在几个人啊？现在我对小队里面有8个，九个。九个吗？小鸟载不下。加你是9个。我没有要打。对，应该是8个。那我开直升机过去啊。那我们就随便一台小鸟吧。野猫载得下吗？一台的话。哦，我不知道，我是，可是野猫兔子已经装上去了。没有，我直接叫一台五装的。饰演夜视镜的画面更新了，好漂亮。对啊，他现在中间有一个夜视镜怎么了？他更新了，他现在很蛮真实的。有多两边呢？他变圈圈了。对啊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对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跟着的东西。可是他放大不会跟着放大画面，可惜。我看一下能做多少人。不修一，闪远一点。什么东西？坐不下。好，坐不下。这台修一怎么长这样？要不然就小鸟吧，小鸟坐一下。小鸟在前面，那两台武装的。
你要飞还是我飞？我飞好了。那我们就搭离我们比较近的那台了。坐不下，那要不然给一台黑衣吧。那没有，那个哦，你回来是不是？女仆说她可以叫吗？猫咪搭不下是不是？哎，那个山猫坐不下八个人，要不然就你开武装的啊，然后女仆说她可以飞小鸟，你就护航。OK。那另外我现在有镭射标定器，到时候看你武装。我用 Dagger。OK 啊。计算机。小心哦，我怕肚子在那边给我搞大爆炸。刚好中了，真主代言的、啊，对，还有。没关系啊，那个还没整好，那个下次就好。这台也可以做人。对，还没整好。哎，那个还没整好的话，我们等一下，我再把它传过去。走喽。这个棋，这个棋。不要乱动，在跟你飞，你他妈在逼车，飞掉，你要飞掉，好，可以越快越好。干兔子，你很抖、哦，可以直接飙全速过去吗？好像还有十公里要飞，好。220了。不行啊，你要是会杀你。开后燃气啊，各位。对啊，没后燃气。懂了，是我人。那个屁股对后面放。好。帅哦。敢我以为我刚会撞上去，哦，我有个大胆想，我拉兔子，等一下通过 LZ 不带命令对那个火炮阵地丢开。那你炸完一圈就回到 LZ 北边的山区跟海域这边盘旋。提醒他一下，敌军会有重机枪。敌军会有重机枪，固定式机枪，那应该可以吧？注意那个女仆说敌人会有固定式的重机枪，对，不要飞得太放松。好的，投完弹就赶快走人，不然我们的直升机都是一次性打击，你知道吗？不能打爆重机，
秘密武器，我要先收集资料。半边的岩壁可能比较好降，这边都是高损数。刚刚我有听到有人射枪榴弹，你没有听到？我打一颗弹，我打了一颗过去。OK， 鲁拉准备降落。好，目的就下去。草，好会断脚。Go。炸弹啊！不是我气泡，要气泡已经打过了。你好了吗？我叫兔子，走。我有看到敌人的重机枪了，他在那个红白相间的高塔底下，我已经用雷射标点。重复，他在中间那个红白高塔的底下，用雷射标点。你有 dagger 的话，可以直接喷一发。雷射标点之后，不用，击毙了。
прекратить огонь! Направление 500 метров. Прием. Все, прекратить огонь.叫兔子，对 ，Charlie 跟 Bravo 两个区块再做一轮打击。Crispy 你好了吗？没有声音。ACRE。喂喂喂。有声音了。哦，我刚刚梯子还没跳到。哈哈哈哈。我把你传过去咯。好。你找鲁拉报道，我会把你传吗？鲁拉呼叫兔子。那有大概一个半的敌人从 B 区沿道路要逃回秘密基地，只有开火。稍等。那对区域内不要打击，队友要进去。啊，兔子，你有逮到那群逃兵吗？正在找欸。看得到我的雷指，如果我用雷指标的话。发现我的 Dagger 好像守不到你的雷指。没有啊，因为我没有开，我没有找到值得打的目标，所以我没开。看到两只、两三只小猫在道路上往那个秘密基地跑。没事，那就先这样。Holy shit！不只是你被揍吗？我被揍，可能要不知道，突然一堆爆炸在空中狂爆。ZHQ 发现那个敌人成功害进了一台秘密武器，结果他射速过快，把自己烧爆了，所以目前秘密武器还剩下一台。烧，我不去破降啊，降受损。猫将紧急迫降。
蓝猫需要进行迫降。兔子，兔子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你跑去跟鲁拉会合，我就 okay, okay. 我会再给你一台。哎、欸，红子，我们从那个北边切一点。因为从那个西北方靠近，西北方收。东西啊！这什么东西 ？What the fuck？ 对，长条队，长条队，长条队。
Жду. Жду приказа. Так точно.有个记号，懂吗？还有个在跑。监理，雄一是八回，我换到三十三。快丢用弹！走了走了。好走。先往
知道，我也中弹了。Цель, солдат. Направление 100 метров. Прием.没事，不重要，我们只是来炸火炮炸火炮。里面好像三十点钟到，帮我看一下我的包。Reload. Cover, cover. Right, 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Go, go, go. Вижу цель. Жду приказа. Замечен противник. Солдаты. Северо-восток. 200 метров. Прием.
刚雷将，你包好之后回刚刚那个东边那个，好像检查到检查站在对门开，我看一下怎么回事。然后 Tank， 你们有办法来？最好，但是真的很给，真的不够就不要超过三個。那个医疗装。好。我手晃。你都。不是，建筑物后面都是人。对啊，我们先在这边打一阵子，不要贸然往前推。Прекратите огонь. Ой, камень. Он сказал, что это он. Thanks. 这距离多远啊？兔子，你还需要开直升机吗？还是让你继续打？看你啊，看你啊。红叉等书写。因为我想说，你刚刚是说那个道路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因为我看你已经加入战斗了，不好直接把你抽走。哦，我跟那我跟我问一下鲁拉。决定。哎，鲁拉，鲁拉。请说。这一次 HQ， 我们这边会再提供一架直升机，第二架次，你 OK 吗 ？OK， 收到，收到。红叉配个东西。哦。Okay. Ready for orders.
刚后面我过那个山头，那个在抽我的机枪的人超小，那射速超快的。哎、那我的秘密武器，他被敌人灯， okay. 他被敌人害路， okay. 然后就开朝你开火了。Okay. 那个兔子，我要把你传过去喽。好哦。跟大家说拜拜，兔子。拜拜。帮助你们西面有一个小队爬上来了，100公尺。RPG。我要丢球弹，我要丢球弹，不要丢。飞高，飞高，过来一颗。那个，刚刚叫蓝主席医疗兵向西边移动到黄主阵地。Hello。射到，我一直被攻击到了。先从那个我们脚底下延伸到300公尺山上，是不是？一号兵，哦，一号兵到了。就是我们那个差一根那个马飞，可以直接配。OK OK。啊，感谢我这边每个人多少都带伤了。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呢？好像冲下来了吧。那个我们西南西的那个山脚下蓝色铁皮。好的，哎、欸，不对，你这样。叫 Tank 回答，叫 Joseph 回去找到你之后，你就直接往 F 点移动。他说，压到。啊？哦，我看，你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房子断好了。没有，慢一点。好。没有，没有，我准备冲了。没有。要让我检查都检查到。还可以啊。啊？好，走，应该可以走，走了，可以了。走一走。可以移动了，可以移动了。冲啊！冲啊！先，然后我们这里可以再下一点。然后你要再往前面一点。我们可以直接下到 I 点那个建筑群。那那个舵手西南下 I 点，那个 I 点那个应该哦，啊，有受伤吗？我们一人受伤。OK， 那好的，往北边靠过来，往北边靠过来。哇哇哇！找安迪，找安迪。在车界我们用好，我刚刚一把 RPG 从我脚中间那个洞冲过去，上开点，上开点。哎、欸，我感觉没事，我天啊，是吧？这是坦克到达 F 点，那个洞冲过去，冲到往里面开始清理。感觉这蓝色铁皮枪后面一直摸过来，第二驾驶到了。快到了，到秒后可以，30秒后可以打击。兔子有目标给你。
区中间停一架米八，我用雷射标记，帮我用你的那个打。I 区。这里是红石，我们进到 I 点北边，进到 I 点北边。我对，这样鲁拉岛，鲁拉岛的医疗兵。早上我派救手回去。这你还好吗？刚有。可以问一下鲁拉位置哦，现在没有了。位于刚才那个上面那个主教这边。哎，那个对面一直里面一直穿墙出来哦。哎，雷子有人说的。哎，黄子，所以等一下我开始上会上线，只会关岛。那个红头可以帮我那个压出来一个区哦。那个吃火箭那东西啊。啊，跨美铁力。对米八北面有友军，不要误击在机棚旁。那个机库里面也有盐。我会从你们的 S 方向靠近，不要靠近米八。Danger Close 那个无人机要攻击场内的米八，不要往米八的方向走，在你们的南面，红土南面。走南面。是鲁拉睡醒了，发生什么事情？两支小队跟我更新一下。黄土在 I 点北边，正在攻打 I 点最北边的行为。阵地内要看清楚哎，有没有那个夹子的？男主现在在一区。他找得到那个所谓的秘密武器是？对，我看到秘密武器爆炸，机房里面那个机房被炸了。我看到了。你们还好吧？还有，我走这边好了，走这边好了。这也是红组，我们在 I 点北边机库发现三台 UGV。好，那个等一下要炸掉，你们那边有人在炸药吗？啊？就按个 F12就先走吧，然后地图上帮我定一下。不过我们只有清北边而已，南边还没清。
Огневая точка. На место стрелка. Не могу. Пятый. Огневая точка. На место стрелка.红组有一人重伤，可能需要救治。回执。在 Ivan 的最北边 ，Ivan 最北边。我先去帮伤人好了。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Ivan 去。那个红组可以帮我标个点吗？红组的位置在 UGV 城山对面。后面。还有一个 UGV 城山对面。他们是第二边在哪里？在 Tank 那里。没事，他们自己走的时候我们。门口有一个小兵卡在门后面，目标上空，要小心，我们在想办法排除他。那个 Ivan 点现在还没清空，除了 UGV 这个机构以外，都还有敌人。那个 AT 仔被我放倒了，在你们现在经过那个建筑内。我们过去找你们了。走。在治疗，收到，慢慢来。主在 F 区的左下角。EX 发挥一个最后的。上恩，你还活着吗？上恩，这是 HQ， 这是 HQ， 询问一下那个秘密武器找到了吗？我们这边有看到一个那个白色圆筒状的花盒，刚在空袭的时候不小心起冰火，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。没关系，那个收于剩余资料，就是简单的拍个照，然后我们要准备撤离了。撤离点会设那个撤离点，帮我标记在那个秘密基地 Secret Base 中间敌机坪附近。不到。在几秒？
SHQ 回报，那个救援直升机大约在三分钟后抵达，型号为绿色的 UH1。这个是那个三分钟过后多久的橄榄绿的 UH1 会到？目前降落在降落在过程的南边的这个。方向我们先前进吧，去前面那里，对吧？那里。建哥，能问一下现在位置吗？在 F 区的左下角，但是现在下去直升机的地方会有吗？到我的位置去。刚刚西北边有 QIF， 小心西北边，小心西北边。预备上。都要错兵。幺零九。哎，那个也是要炸掉的吗？那时候那个白色的大桶头，那个已经被土炸了，已经炸完了。对，那个已经炸完了。那个是酷酷高科技镭射武器，镭射武器。好、哦，在跟谁交火？这一次救援一号回报，那个城镇中有敌军在朝我们开火。需要空中打击压制一下。大家上好，我回家。哎啊，够再清楚，再说一次。我问汤米，大家要上好了。好了，大家都装好了。一波随时可以降落，我们这边炸药都装完了。OK， 收到。我这边会靠近那个 Sacred Base 的南侧空地。那红子往西边看，红子往西边。我往那个直升机要降落了，等一下蓝军先上，把蓝军上完。Go go go， 上机上机，红子上机。Touch touch。喂，汤米麦烧熊。红主可以上机，怎么上机？蓝主全上，蓝招弹珠还有敌人，哎呦，问题不大，赶快上机，赶快滚灯。红主也先上，可以吗？走走走，没有，雷亮上了。等一下，有机枪手帮我压制我们北侧还有敌人。先起来。好。可以打。OK。Hello。刚刚我们经过那个机棚爆炸有点悬，都被波及到。我小受伤，我伤。我小受伤，可是直升机没事。我受伤了。我也受伤了。为什么？我来。我受伤了。我的腿也受伤。没机棚，没钱。先医疗，先医疗。我靠。先医疗，我一个一个慢慢配。一个人被碎片碎到。得装配个桶。偷吃燃烧弹。他说：“我们坐直升机往外扔燃烧弹，算不算热油弹的一种？算不算内放？怎么越南弹足够数量不够吧？告诉 GTA， 你只要被导弹瞄准，你打信号弹就算，对吧？打信号弹，靠腰雷，你打65个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就探头都是点下去啊！哦，敌人太软了，是不是？也还好，要制氧枪哎。”再说。